终于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眼线，然后这是 Stella， 她是 Cult Classic， 就是化妆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都在用的。那这个是 Waterproof， 就是防水的，然后它是他说是 Stay All Day。 我自从回美国之后，我这只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会出一点油，所以这一次这个是唯一比较 OK 一点，可是我刚好没有 All Day， 顶多三四个小时，而且我通常是这个眼睛完全没事，真的是很好。然后这个眼睛就是这样有点开始散掉，这个妆就是有点硬掉，就是会被我的油给抹开掉这样子。那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很难画，但是你画那个猫眼睛的时候，这个尾巴的时候，这个很好画。这个呢，如果说你是刚开始初学的话，我建议你用这个，这是我之前用的 Smashbox Always Sharp， 然后它是 waterproof， 也是防，就是说防水防油啊。可是它基本上它没有这个 Stella， 就是说防，而且因为这个也是很容易，就是说我大概第四个五个小时的时候，这边的妆就开始晕开了。你看我用到它已经没有，可是我留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是德国做的，这个真的不错，给初学者我跟你讲。可是如果说你是要整天性的妆的话，然后你一定要练到说你可以用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还是 Cult Classic。 还有 Urban Decay 的一个眼线美也是蛮不错，而且你要去试试看，因为有时候你用了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痛痛的，那就是说你过敏不适合，里面有个成分就是会让你眼睛痛，所以你要试试看。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去 Sephora， 因为可以退这样子。那这个是我后来用了半年，大家都说这是 Cult Classic， 这就是大家都用的，我觉得真的要听这个。可是这个我们来用看，我跟你讲，这超级难用的，不是那么好用，要练下来。